有关佛牌放光的事迹啊，我再来讲一点，也就是高雄啊，高雄的地方，在两年前啊，两年前有一个莲友，他姓名叫米文台，那个时候他才刚学佛，而且呢亲近我们的净土教团，每天眼前很的念佛做早晚课。那么他呢也劝导他的太太啊，他的太太叫做张玉莹，希望他这个太太也早一天皈依啊，早一天学佛念佛。可是他的太太张玉莹他说，哎呀，他个人业障深重啊，啊，一时，哎，佛法信不来，所以也不想那么早皈依。那就在两年前，啊，他这个李文台到我们台南净土宗殿佛会，请了一些佛书，啊，还有念珠。还有佛牌回家来发给他旁边的亲戚朋友还有同事，劝大家要学佛念佛，并且呢也拿一片给他的太太当玉引，要他太太呢把佛牌挂在脖子上，说这六字南无阿弥陀佛的佛牌是会放光的，挂在身上是可以保平安的。那么他的太太就说了，说他当时没有接受，他认为这个佛牌只不过是铁片做的，铁片做的怎么会放光，我才不相信。你说会放光，那只不过是佛书上所说的事情啊。所以呢他并没有把佛牌挂在身上，是随手把佛牌挂在他房间的门的这个喇叭锁上，就这样挂着，再也去注意他了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嘛，所以也不重视。可是有一天傍晚大概七点左右，他要到房间去找东西，开门，这他的手无意中碰到这个喇叭锁上所挂的这个佛牌，瞬间佛牌放出光明，这个光明呢照遍整个房间，本来是傍晚七点，可是整个房间被佛光的光明充满，就像白天一样。他当时呢也很惊讶，不过呢几秒钟之后，房间的整个光明就逐渐缩小缩小缩小到那个佛牌那里就消失掉了。那个时候呢他才晓得，哎呀，原来佛牌会放光，刚刚房间整个光明不是日光灯，因为他也没有按这个日光灯的开关啊，也没有开关住，嗯，他才晓得他先生所讲的佛牌会放光是真实的，他不能不相信。为什么呢？是他亲眼所看到的，是亲身的这个体验，是铁的事实，不容不相信。赶快把这一件事情打电话给这个上班的丈夫知道，所以他才相信阿弥陀佛在他眼前放光是为了要他相信，不是要他怀疑啊。所以呢他就不敢违逆，就真的相信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呢连佛牌都会放光，何况念佛不会放光呢？阿弥陀佛是一尊无量寿的佛，也是一尊无量光的佛，因此他就在阿弥陀佛的面前发愿，发愿说从今以后
要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不会再怀疑，也不会三心二意，也不会杂随杂修，要随村姑渔父啊来尽一辈子念佛啊。那么他们也把这一段事迹记载下来，那事迹的后面呢，也附了自己他们写的一首偈子：佛，弥陀放光来劝信，要信弥陀大愿力，大愿就在六字里，随信六字得大力，深信就莫再怀疑，一生一生念下去，时到我必来接你，与佛菩萨在一起。他们所写的一首偈子也非常的好啊，意思就是说弥陀放光来劝信啊，真的是弥陀放光使他起信，消除他的疑惑。那么要信弥陀大愿力，阿弥陀要他不是信别的，是要信阿弥陀本身大慈大悲大愿大力，能够救度世间的任何苦难乃至六道轮回的大灾难。大愿就在六字里，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大愿力大功德力在哪里呢？就在六字名号南无阿弥陀佛里面，不在其他的方。随信六字的大力，不管是谁，他只要信这六字的万德洪名，称念这六字的万德佛名，他就能够得到大力。所谓大力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就后面流通分释迦牟尼佛护主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一段法语，那一段话语是说：岂有得闻彼佛名号，欢喜踊跃乃至一念，当知此人为得大力，这是具足无上功德。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有人听到这一句名号的内涵，听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，而欢喜踊跃的去念佛啊，乃至临终一念，也能够往生成佛，得到往生成佛的利益。所以说，当知此人为得大力，大力就是往生成佛。那么大力呢，就是无上功德啊。所以说，深信六字得大力，深信就莫再怀疑。既然深信了，就不要再有所顾虑，再投除啊，再种种的其他这个那个的怀疑。一生一生念下去，就只要念佛，一句一句的念下去啊，时刻时到我必来接你，临终的时候一到，阿弥陀佛就会亲自啊主动的来迎接，与佛菩萨在一起，到极乐世界呢，就与诸佛、与佛菩萨、诸上善在一起，就进入佛的境界的意思啊。这一首偈子也很好。不过话讲回来，我们随佛念佛的人，皈依阿弥陀的人，是身心都投入弥陀的怀抱，是身心接纳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是机法一体。机是指我们念佛的人，法是指救度的阿弥陀佛。念佛的人跟阿弥陀佛是一体，所谓一体就是他再也不会分开的啊。念佛人的身上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心中有念佛人啊，所以是机法一体的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消业障、增福德、免灾难、往生极乐依靠在佛卡或佛牌的三愿，要完全归命阿弥陀佛，才能够与佛同在。这样的话，即使不挂佛牌、不带佛卡，
也时刻不离佛，时刻呢与佛同在的。不过以人情上来讲，一个打自内心虔诚啊，信阿弥陀佛，归命阿弥陀佛，一辈子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，他自然呢有佛卡嘛，也会把它带在身上；有佛牌嘛，也想把它挂在身上，自自然然会有那一种心理啊。那么这个佛牌、佛卡带在身上呢，到卫生间、洗手间啊，或者是在房间啊，都是没有挂碍的啊，没有障碍的，没有忌讳的，因为阿弥陀佛是一尊无碍光、无碍佛，不会受障碍的，不有任何忌讳的。反而不吉祥的地方有佛牌，就会带来吉祥；不干净的地方，就会带来清净啊。是说，根本上来讲呢，我们就是全身心信命，投入弥陀的救度，与佛同在，这才是比较扎实的。